ここから先へは行かせはせん。あの与一の達人の妙技を見せてやれ。宝力战的 combat 好，这个年末 W 的 confess 啊，双主角那两个角色他们的能力现在官方已经正式发布出来啦。目前看上来他们的能力其实还算不错啦，都算是 OK 的。但是那必杀动画，因为前面刚刚出了一只超恶犯，帅到爆炸的那一只超恶犯之后，现在在看这个假面霸跟排骨饭的必杀动画，虽然说是蛮还原的啦，但是就少了一种霸气的感觉啊，变成好像刚刚吃过大餐之后来点平淡的东西，淡突然间淡过头了，有没有？OK， 不过这一轮就先来看一下了哈，这两只角色的能力啊。那么这一边的话就从这个加林巴这边开始吧，就从我想要的角色开始介绍起来。这一只加林巴嘛，是属于从胖的加林巴开始的，属性是极技啊，然后三维还不错，防御力有去到8550，在55%过后啦，不需要开路。队长技的话，队长技是新类别，这个是身心轻视啊，身心轻视类别，气力加3，血攻防170%up， 然后极力极细的气力加3，血攻防130%up， 啊，把这个极细跟超细的队长技的爬数更拉高一个 level 了，去到130，算是还不错。只是这个新类别嘛，身心轻视这个，我个人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头绪啊，到底会有什么角色在里面？被 baby 给附身的这些应该会有啦，然后 zamas 他们算不算呢？可能也算吧，交换了那个身心，可能金牛队长也有。目前想到的也就这一些了，怪不得他给到3V170%的那个加成，非常非常高啊！就等看明天还是几时官方正式打出他们的整个列表，可以下载过后就才来看了。他们的其他的队员，应该是不会到特别强啊，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但是就期待度一点点就好。毕竟这个类别我觉得已经是玩到差不多了。接着来看一下他的必杀技，必杀技的话中规中矩，一回合防御力上升，然后给对手超绝特大伤害，有防御力加成就是棒了，虽然说就没有到很高了，没有到很高30%了。那么直接来看一下他的被动，邪念的戒戒，自身的攻防120%up， 然后全属性攻击卡斗，哇哦，帅！这个就是加念霸里面最棒的能力了，哈哈。然后接着就是在启德属性气力4个以上时，极细的我方全员气力加2，然后攻防再加30%。取得红气翼2个以上，受到的伤害30%减轻，非常非常的猛哦！他在变身之前，他的防御力简直就是无敌啊！吃到2颗珠，
30%的减伤，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全属性效果，那个全属性防御基本上就可以当做一个80%的减伤了。太猛太猛，跟你太好用了。而且就吃了四颗属性珠，还可以辅助全点，能辅助能打，就稍微攻击力没那么高。不过我觉得以现在的环境来说，能做到辅助又能防御已经是非常够了，所以这只是我觉得是非常足够。然后在他变身之前，他的连接不能说是太好，有个无邪器，那个米达米多，那个就忘了它是什么东西了，反正就比较少见。再来就是变身 type， 然后魔术师，还有噩梦跟 boss carry 跟超级战。基本上 boss carry 跟超级战这两个连接有的话，就还蛮容易用了。可能在这一边的话，气力方面会比较满，但是属性气吃到四个以上的时候，气力就会给多二。收发还能过度用，之后就看情况来做变身了。以他的这个能力来说，还可以，在前面还蛮好用的。然后来看一下主动技变身，战斗中自身受到五次攻击就可以发动了，直接变成 Super Janemba， Super Janemba。那么就直接过来看了哈，这个 Super Janemba。呀，他的变身还蛮帅的，我还蛮喜欢，就有那种魔人的感觉啊，哈哈，这种敌方 boss 角色就是要这样子。这一只 Janemba 他变成 Super Janemba 之后改变其实还好，这个必杀技嘛，就多了这个一个攻击的加成啊，一回合攻防上升，然后给对手超级特大伤害，连降防都没有给他，哈哈，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反正在这边来说算是够用了啦。我现在已经是怎么说呢，蛮佛系的，有的加防御力我就甘愿了，毕竟现在的限定卡基本上都找到这样。不过这一次的 W 都看废的这两只角色虽然说我还没完全介绍，可是我觉得对比上一阵子刚出的那一只波杰克来说逊色不少啊，虽然说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整体比较起来会比较 down 一点。OK， 直接过来看一下他的被动，自身的攻防 180% up， 然后随机一种属性气意变换成随机的属性气意或者红气意，也就是说他就是这个点蛮能解释，他这边做到很像作文这样子，他的这个解释就是一种属性器 A 属性器它会变成 B 属性器或者就是红珠，随机来打散，随机来变，所以就是在一次够变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从力变成树，再加上红器，哇，这个真的是很难解释，就是类似这样子 A 会去到 B 或者就是红属性，然后可能 A 有五个，可能三个变成 B 属性，然后两个变成红气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太随机了，就跟这只 Super Janemba 的本性一样啊，超级的跳动。好，接下来的话就取得属性气三个以上10，自身的攻击力 40% up， 然后再乘回去它自身的被动 180%， 可以去到 292%， 我没有记错的话攻击力会起到蛮高的。若彩星的话旁边搭配的是那个隶属或者直属的 Super Janemba， 打底可以去到400万，还算是相当恐怖啊。不过三个属性器配上他自己的转珠效果来说应该不会太难吃到，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红器起得时高确率回避敌人的攻击，这个的话同样的他在转珠的时候会转出红气，所以基本上这个高确率的回避攻击是固定每回合一定会有了，算是蛮好用。然后他的连接方面嘛，就要变身过后才有残灭跟恐怖的绝望这两个连接，其实是对于他变身之前会比较加强啊。然后这一条连接气条的话跟那一个隶属或者直属是复令的，而且不会撞到名字，所以是很容易去使用了。精益的速度啊，残念啊，变身 type， 恐怖以绝望，那噩梦
然后最重要其实就是这个 Boss Character， Boss Character 是一定要把它给练到十级的，开场25%的加成，猛到一批。然后类别方面嘛，就增加了一个，只有增加一个那个身心轻视，然后剩下剧场版跟变成强化。嗯，就不知道他这一次的这个身心轻视这边类别有什么角色了。当他做队长的时候好不好用，要看一下了。OK， 这一支嘉年霸就暂时就这样子，先看下来是这样子啦。哎，这个嘉年霸那边看完之后，接着就来看一下这个排骨饭啊，这个配菜，这真的是配菜了，我觉得。嗯，虽然说有把果鸡大放进他的联合必杀技内，但是他本身真的是不太好用啊。嗯，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支排骨饭出来嘛，就是为了加强那个 Anoseno Sensei 死后世界战士的那个类别吧。至于他自己的新类别也是蛮微妙的。嗯，这支排骨饭属性是超速啊，然后三维差不多跟嘉年霸大同小异，可以去到8700样上下他的防御力，三维防御啊。然后对长机方面新的类别了。吃那个 Kibo， 哎，联系的希望啊，我是这样去翻它的，因为它是有点像连接的希望这样子的类似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暂时自己这样子翻啊。联系的希望类别气力加三，血攻防170%up，然后超细的气力加三，血攻防130%up，这个刚才讲过了，有稍微提升。同样的，它给到170%up的加成，这个队伍内的角色应该就。可想而知啊，我大看大概就是跟救世主相上下，给人希望的那个角色，大概就我觉得神剑范是一定会有在里面啊。至于其他的话就比较难说，那么就等，同样啊，等官方的列表出来，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去猜啊，这个类别真的太微妙了。好，哎，这次就直接来看一下他的必杀技跟重点的联合必杀技了。必杀技效果，一般的必杀技效果。一回合攻击大幅提升，然后给对手超绝特大伤害，然后攻击力大幅降低，就普普没有加防御力，就是他本身如果被动的防御力加到不够高的话，我也是没办法的。哎，再来嘛，就他的联合必杀技发动条件名称带有孙悟空天使或者北极大天使的角色在同个攻击系列时可以发动，所以就是不管是单独的悟空或者北极大只有天使形态啦，或者就是体双人力双人都是 OK。 力双人的话，北极大是有满足那个条件，再加上他们连接不错，应该是会用力双人来跟这一支做搭配会比较好吧。然后他的必杀技效果，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给对手超绝特大伤害，全属性效果爬群，并且攻击大幅低下，就多了一个全属性效果爬群了。在战斗方面，虽然说可能攻击力是比较不高，因为毕竟连结不是那么好连的关系，可是因为有一个全属性效果爬群，打出来的伤害还算是可以看的，可以用。而且这种能力的话，在战斗路上应该会好用不少啦。如果是说为了未来的那个死后世界的战士的话，这个类别的队长的战斗路，这支卡我觉得是必抽了，因为它也是算是辅助类型的角色。来看一下它的被动，自身的攻防150%up，然后取得属性气力三个以上，超细的我方全年气力加二，攻防再加30%，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辅助的情况了。然后再配上那个必杀技，有那个全属性效果拔群的话，在 Anoseno Sensei 那个死后世界战士的类别战斗路里面会好打不少了。接着就是红气一起得时自身的气力加四，然后高确立回避敌人的攻击，然后他攻击的敌人会必杀技封印，算是很适合用在战斗路了，真的就是完全就比较适合战斗路。至于长期战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这支普通就是放在第三个顺位用来跑他们的辅助就算了，他很难打前期啊。整体攻击力加到来撑到来也不会到很高，像这个防御力也就180%，
连接方面又不是那么好，就像嘉年霸至少有一个魔王角色攻防25%那边，然后精益的速度5%那边就30%了，像这边的话就只有一个精益的速度跟冷静的判断，然后 Shadow Sensei 那个连接的话只有4个角色还是5个角色拥有罢了，根本就连不上来，太难了，所以就蛮难用。哇，这只排骨饭我真的是觉得除了它的联合必杀技的话就比较残念一点啊。来，最后来看一下它的主动技阿诺塞诺达基金，那个死后世界的达人，效果发动条件嘛，就战斗开始四回合以后敌方一体，然后血量又50%以上的时候可以发动，然后效果就是目标敌人一体攻击那个回合被lock住一回合，被锁定一回合，也就是效果等同于鬼魂啊，就是减弱版的鬼魂，只能封印一体嘛。不过在打超长关啊还算是不错，在战斗路上可能打到最后敌人剩下一只的时候可以稍微省一点道具，这样子。而且这个也算是开创了那个主动技新的除了加攻加防之外的或者加气力之外的能力啦，可能未来就可以直接锁定敌人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直接封印对方的必杀技，像极刃之前就有气绝，应该未来在主动技上会玩出更多的花样。然后这一只白骨饭它的连接方面嘛，至高的战士难连，绅士难连，力战的战士还 OK， 精益的速度就跟那个隶属隶双人的话这两条连接都有，冷静的判断我不太记得了，然后 Anocene Sensi 那个时候世界战士刚才我就说了，好像打底整个游戏只有5个角色还是6个角色有罢了，然后超级战跟隶双人摆在一起打底可以吃到3条连接了，力战的战士精益的速度跟超级战，这样就有2气保底，然后再配上他属性期3个以上的话就 CD 加2还算是 OK 的，只是没有转足角色的话有时候也是蛮难会卡住。不过整体来说这一次的定位还是偏辅助啦，不能主打攻击首发，既然官方已经出来了，可是这一次我是觉得买气可能不会到太高啊，看邪念波可以带来多少买气了，要拿到销售排行榜第一这个点我就觉得有点困难。OK， 对，邪念波它的类别，什么邪念波，这个排骨饭的类别这一次还蛮多的，去到6个类别。吃那咖喱 Kibo 就是自己本身的新类别了，联系的希望，然后剧场版英雄好敌手，死后世界的战士救世主跟头脑战，用这个力双人做队长，然后带着他来打 so far 也是 OK。 他的辅助性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剧场版 Hero 也是可以用，因为我突然间想到这个联系的希望说不定融合啊跟那个波特拉这两个类别，或许会这两个类别的角色都会在里面，可能就是北极豆跟狗吉大这两只角色，你毕竟他也是被当作希望嘛，可以这样子来考虑的话说不定会有。以上就是这两张新角色的介绍啦，那么这一次的两张新角色嘛，就个人是更喜欢那个江连霸，不管是从角色本身或者就是能力那边来说真的是会比较偏爱江连霸，但是至于要抽哪里一个词，因为本身剩下的龙师不是太多，只够抽一轮吧，选一个词来抽就要看一下到时候那个词里面后面的5张限定是放什么卡了，因为之前不知道是哪一个 fest 的时候有做直播啊，已经有透露了前3个角色，就是2张新卡，然后5周年的双神以及黄金周的胖普跟乌田克斯。至于能不能或说有没有机会达到销售榜冠军，我觉得不看这两只新角色，而是看那5周年的双神的吸引力了。
能不能再把那个买气给刺激上来。如果是还能拿到第一的话，那只能说さすがです，ご自大跟ベジトラ。那么在此就先祝福各位这一次的卡机想要什么卡通通都能抽到了。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またね。